好了，下面我们再送上几部新片的消息。今年导演杨树鹏执导，集结了黄晓明、张译、张歆艺等演员的电影《匹夫》日前公布先导海报。一群戴着大头面具、手持步枪的人正遭遇袭击，风格颇为神秘。剧照中，黄晓明的角色相当热血，张译和张歆艺则是一对亡命情侣。影片预定了今年的五一档，讲述了在乱世之中，一群人如何做出一件有勇气、有担当的事情。